音乐其实有各式各样的面貌表情，让我进入一个潜意识的海洋，像空气般包围着你，抓不到，但是你感受得到，有种无限的想象空间。这样音乐作品是一个累积，你可以说是一个收集事物的人，看到城市的色彩，透过观察咀嚼这些东西，自己脑海中会有一些旋律跑出来，这时候就是要赶快记录下来，用音符把这个影像说出来。因为每个人体会都不一样，听的感觉就不一样，不需要引导大家一定要照着我想象的那个画面，它就变成一个 hook， 一个影子，听了之后这个音乐在他的生命里面有下一个新的篇章的话，我觉得这是最美丽的事情。不同的音乐类型我常常会有好奇心，纪律很重要，不停的创作，多方面的尝试，珍惜每一个前奏间奏，创作属于自己的声音。音乐对我来说就是即兴的生命乐章。